国防部澄清，重启的国民服务计划只会征召2007年或以后出生的青少年。沙拉越今年率先重划选区，沙巴和西马半岛则在2025年和2026年划分国州选区。不满播放音乐的声量太大声，打搅到睡午觉，缅甸工人用菜刀割伤同乡的脖子。政府宣布明年重启国民服务计划，征召对象涵盖16岁到35岁的国民，引发了网友吐槽。但是国防部今早发文告解除了大家的疑虑了。是的，80、90后呢可以放下心头大石了，因为国防部澄清，只有2007年之后出生的人才会被征召。那换句话说，国民服务计划只会传召17岁的青少年。那尽管如此，国民服务计划已经登上了各大社群媒体平台搜索排行榜，大量的梗图也在网上疯传了。国民服务计划 POKN 3.0 明年上路，国防部今天发文告澄清，只有2007年以及之后出生的青少年才会参与计划。如果当下无法参与，理由又获批，那当事人就可以申请推迟到最迟35岁参与计划。那换句话说，原本以为自己有可能参与计划的80、90后。不会被征召，而国防部希望大众别混淆，别担忧。根据官方解说，新版的 POKN 分成两个阶段，课程着重军事训练，至于必须备考大马教育文凭 SPM 的中武生将豁免参与国民服务计划第一阶段，而是直接晋级第二阶段，也就是到后备军营地接受训练。好了，国防部文告是解释了，但是坊间在这之前还是有不少的疑问。马华中委许金汉提出了5道问题，包括需要工作的人被选中是否强制参与，那参与服务期间到底是带薪假还是无薪假，房贷车贷怎么办，那如果两夫妻都参与计划，孩子由谁来顾。至于网上无论是商家或网民都来蹭热度，发挥巧思制作梗图，那比如这张带着宝宝入伍，看起来3、4岁的小孩和一只猫咪在家等待爸妈回来。那这一章就写到，30岁准备参与 POKN 的必备用品，最热门的当属驱风油。这张全身肌肉酸痛，看来就不用多加解释了。这张则说，如果35岁入伍，16岁的人是要称呼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什么呢？虽然不少人发图文调侃，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认同这项计划，也怀念当初那热血沸腾、泥巴翻滚的青葱岁月。综合网民在本台脸书留言区写道，86年的想重温当年，也有的说应该给人民自由选择，想要的就去报名，但还是有人开玩笑说85年的骨头都咔咔响了，然后91和96年的也来凑热闹，说自己的骨头也咔咔咔。还有一名网民说，之前买了很多铁打酒，看来现在是用不着了。教育部多次表明不打算重启小六检定考试 UPSR，但是呢，沙拉越最近高调的宣布啊，计划出台自家的小六评估系统。具体是怎样的系统呢？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教育部最近和业界交流后，发现大部分人始终不认同现在重启 UPSR。教育总监南都巴哈鲁丁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表明，教育部发现社会大众更倾向于以道德价值观和品德培养方面作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如果小时候只专注在课堂，这可能会埋没孩子的其他天赋。巴哈鲁丁澄清，他言下之意并不是说考试不好，但是现在他认为更应该栽培学生的品德和价值观。国州选区重划课题方面呢，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纳杜斯里阿沙利娜证实，沙越和沙巴分别在今年和后年重新划分选区。
为了纠正各个选区划分不均的问题，阿沙利娜透过国会书面回答巫统森波浪区国议员拿督斯里西山穆丁的提问时指出，西马半岛将在2026年划分选区。根据联邦宪法第113-2条文，重新划分选区必须相隔至少8年。沙拉越上一次划分选区是在2015年，沙巴和马来半岛则分别是2017和2018年。选举委员会将会根据联邦宪法第113条款和第13附表启动选区划分的程序。除了沙拉越选区划分是八州议席补选，明天迎来投票日。沙拉越警察总监拿督阿斯曼今天证实，警方批准了128场政治讲座的准证，是接到5宗的违规投诉案。Pihak PDRM iaitu Ketua Polis Jenderal Bintulu telah mengeluarkan sebanyak 128 permit kempen dan juga ceramah. Manakala jumlah kumulatif ataupun laporan polis sepanjang tempoh berkempen 21 hingga semalam, kita hanya menerima 5 laporan polis sahaja, itu melibatkan kes-kes yang kecil sahaja, iaitu kes kehilangan bendera. Dan juga tidak ada kes-kes yang serius sepanjang tempoh berkempen.阿斯曼今早在沙拉越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时就指出，过去2个星期的日拔补选的竞选期相当顺利和平，配合明天的投票程序，警方则会出动624名警员在14间投票中心执勤，以及在计票中心则有将近600名警员站岗。另外，选委会也促请日拔选民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出门投票。选委会预测，这场补选投票率将达到65%。政府取消肉鸡零售顶价，让价格自由浮动。内贸部开始动员大批官员到全国各大巴沙与超市密切巡逻，确保没有商家开出不合理价格。另外，有消费者就投报，有肉鸡摊贩开出了阴阳标价，每当听到官员巡视，就马上挂上另一份的价格牌。副部长傅志雅就提醒，接下来会派便衣官员巡逻，确保商家不会从中谋取暴利。肉鸡价格浮动机制推出的第三天，全国肉鸡商贩基本守法，市场也没有出现肉鸡价格飙涨的问题。内贸部副部长傅之雅今天巡视雪兰莪嘉颖巴沙后指出，如果商家所设定的价格不合理，将在价格管制及反暴利法下受到对付。如果处于上游的厂商和集团合谋抬高肉鸡价格，则会受竞争法约束。Tanya saya apa maksud apung dan ada juga peniaga yang sebelum ini bila kita kawal harga mereka tambah dengan cara lain, iaitu dengan cara hidden cost, upah potong dan sebagainya. Jadi ini semua menyalahi dan kalau tak jelas, upah potong tu boleh, tapi kalau tak jelas dia tulis itu upah potong, itu menyalahi dan menyalahi undang-undang. Jadi rasanya kita perlu lagi meningkatkan kesedaran di kalangan peniaga berkenaan dengan tanggungjawab mereka dan juga berkenaan dengan hak pengguna. 顶价是取消了，不过肉鸡的价钱还是不能随意的调整。内贸部近来就接到了投报，只有不孝的商家居然开出了阴阳标价，借此来逃避检举。那接下来内贸部将会派出便衣的官员来巡视，揪出这些害群之马。Kita ada operasi op sama kita panggil, di mana pegawai kita akan terjah pakai baju biasa, tak semestinya pakai uniform. Jadi itu adalah apa orang kata aktiviti biasa untuk pegawai penguatkuasa. Dia pakai baju preman, pakai normal clothes dan pergi buat spot check.肉鸡顶价取消后，内贸部全国动员超过2200名执法人员监督价格，地点包括施巴沙、霸吉市场和超市、迷你市场及杂货店。对商贩来说，不受顶价约束固然是好，但政策最重要是因时制宜。如果佢唔取消，系咪你保持永远咁个价个顶价系唔啱嘅？啱冇？好似而家你我哋做工啊，阿阿雞你我而家俾20就20噶啦，我咪早啲唔早啲咯。
即係講我哋意思係佢歸你，我哋歸埋；佢平你，我哋平埋，係咁咯。Kalau dibilang baik, ada baik. Kalau tak baik, ya tak baik lah. Kalau sebab kalau misalkan harga dia ada yang siling, kita tak bagi sebab susah juga nak cari siling kan. Macam tu je lah. Kita bagi harga pas saja. Yang misal satu ringgit, kita tak bagi lagi yang menjadi 50-50.另一方面，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一公布屠妖节统制品，并在佳节的前后七天监督各个地点的物价。八度空间张以柔、雪兰娥、嘉颖报道。早前的猪肉扁担饭闹争议后，如今再出现猪肉客体争议。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一支影片显示，有超市业者同时处理猪肉和清真商品，没有分开结账。宗教部长拿督那因莫达表明，伊斯兰发展局已经采取初步行动，而执法单位将调查案件。那因莫达在脸书发文表明，伊斯兰发展局和州政府执法单位将调查，并确保妥善处理有关超市没有设置特别柜台来处理猪肉或非清真产品的付款仪式。他也建议公众，尤其是穆斯林群体保持警惕，确保选择经过清真认证的场所和产品。这家超市位于北部州属，一名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业者缺乏宗教敏感，因为猪肉片的血水会污染收银台。一般来说，零售商店不持有我国清真认证书，而伊斯兰发展局也不曾为任何零售商店颁发过清真认证。来看社会新闻，播放音乐打扰室友午睡，竟然惹来杀身之祸。那这宗案件就发生在马六甲中央县一个员工宿舍，一名缅甸男子不满同乡播放音乐的音量太大，影响他睡午觉，结果呢大发雷霆，拿起菜刀割伤了同乡的脖子。最终呢，这名男子束手就擒，虽然他承认犯罪伤人，但是他辩驳说事发当时一时模糊不清。马六甲公主滩附近一所员工宿舍传来流血事件，昨天下午三点左右，35岁的缅甸男子在宿舍房里播放音乐，招来室友不满，一怒之下竟然拿起菜刀就往男子的脖子上划出血口。宿舍管理员听见争吵后前去查看，才发现有三名缅甸员工爆发冲突，一人手里拿刀，一人伤口流血，还有一人试着调停。宿管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往马六甲中央医院后再到警局报案。28岁嫌犯束手就擒，接受警方盘问时也坦言，确实不满音乐声刺耳，干扰他睡午觉，但当时他还没酒醒才会酿祸。警方从刑事法典326持械严重致伤他人的角度调查案件。北马则有歹徒做贼心虚，跨州躲避警方的追捕。当局昨晚先是在吉打居林警局附近发现一辆可疑轿车，试图拦截查问，没想到司机竟然踩油门一路往槟城大山脚狂飙，到了住宅区的死胡同后还不死心，企图冲撞警车。警员当下瞄准轮胎开枪，男子下车再逃，但还是逃不出法网。初步调查，那是一辆暴尸的宝腾英雄，基于车上发现的工具，怀疑落网者是偷牛贼。这名24岁的歹徒也确实有6宗案底。吉打居林和槟城威中警局携手调查，援引刑事法典307企图谋杀条文立案彻查。另外，不法分子将走私香烟藏匿在快熟面箱子中，企图掩人耳目，但还是遭到关税局识破伎俩。滨州关税局截查了一个装有832箱快熟面的可疑货柜箱，发现满满的面条箱子里头竟然藏有580万支走私的香烟。另外，滨州警方则拘捕3名贩毒集团的跑腿，其中2人是父子关系，他们涉嫌利用公寓作为据点储存大批毒品。槟城关税局是在10月26号连同关税局缉毒组，在巴生港口拦截了一个谎报装有快熟汤面的可疑货柜箱，搜查之后却发现当中混杂着一批走私白烟。Dagangan tersebut disorokkan bersama-sama dengan mi segera. Dan kalau untuk makluman tuan-tuan kalau kita buka kontena tu, 3 pallet.Yang di belakang sekali memang ada, memang mi segera, dan ada mi segera
Di dalam kotak ada juga mie sega yang bercampur dengan rokok. Kalau kita lihat dalam pakej yang ada ni kan, ada juga bungkusan dia mie sega bercampur dengan rokok. 槟城关税局主任哈米山卡利指出，这批走私香烟总值46万1721令吉，涉及逃税370万令吉，来自西亚某个国家。关税局还在调查这起走私案的主嫌，目前已经有一名47岁的货运公司经理落网驻查。关税局将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和1976年国产税法令展开调查。 同样在滨州，警方则逮捕一名私立大专学生，他的父亲和父亲友人涉嫌充当贩毒集团跑腿，起获总值近56万令吉的各种毒品。滨州东北县代警区主任沙拉瓦南指出，警方昨天凌晨在亚裔淡路边截查一辆轿车，逮捕了两名52岁和43岁男子。警方之后突击检查一间公寓，逮捕了19岁的男子，他也是第一嫌疑人的儿子。 Dia ni jadikan macam rumah tu dijadikan macam store lah. Sebab banyak barang dia punya barang-barang ni, dadah ni yang jumpa di rumah tu. So mungkin dia akan, tak tahu dia punya ni masih dalam siasatan. Apa tindakan seterus mereka ni, mungkin dia orang nak masak di sana ke, nak buat edaran, tak tahulah. So masih dalam siasatan. 警方在这两次突击行动中查获17.8公斤海洛因、37.6公斤大麻和8.2公斤冰毒，市值约55万9156令吉。这个贩毒集团相信是从9月开始活跃于本地市场，目前毒品来源还在调查当中。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支 B 条文，严扣3名嫌犯7天驻查。另一方面，彭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前天逮捕了一名涉嫌非法囤积超过5000公斤津贴石油的公司经理。 彭亨贸销部主任则丽丽发文告指出，执法人员突击检查关单某个工厂时，发现油槽内装着4377.5公斤津贴石油，还有50箱850克袋装石油。但是根据这家公司的交易记录，津贴石油的库存应该只有1公斤。 执法人员也起获了10个相信是用于造假交易的假公司印章，这批总值13068令吉75仙的津贴石油已经被充公。当局援引1961年统治品法令第8至4支 B 提供虚假资料条文调查这宗案件。以巴战争28天，加沙地带医院人满为患，甚至成了临时避难所。 警方接获 ISF 涉及67宗投报，警方以欺诈罪角度调查案件。
提升品质，品味生活。Kowei Eyes。My Airline 上个月突然停飞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的，除了这家航空公司的创办人卷入了洗钱案的调查，就连他拥有股权的公司 ISF 也被警方盯上。五角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今天证实，接获了67宗针对 ISF 被指涉及诈骗的投报，涉及的损失金额超过8160万令吉。PDRM menggesa, terus menggesa mana-mana individu yang telah menjadi mangsa kepada skim penipuan pelaburan ini untuk segera tampil membuat laporan di mana-mana balai polis yang berhampiran。国际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南都 C 南利指出，警方正援引刑事法典420欺诈罪调查案件。警方之前的调查发现，这家投资公司根本没获得国家银行发出的营运许可，这家公司也被指和 My Airline 创办人有关联。由于提供假资料，以低于市价购买两辆报废的四轮驱动车，马六甲一家关联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员今天在马六甲地庭被控呈报伪造文件罪，不过当事人否认罪名。现年46岁的被告穆哈默·穆海敏是马六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员，根据控状，他涉嫌2021年4月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提呈一份车辆评估报价信函给公共工程局，将属于关联公司的丰田 Fortuner 四轮驱动车和 Hilux 转到他的名下占为己有，当时他的申报价格分别是36000令吉和20000令吉，因而抵触了2009年反贪贿法令第18条文伪造申索罪名，一旦罪成，他可被判监禁最高20年。地庭法官伊丽莎白·巴也允许被告以1名担保人和10000令吉保释，案件择定下个月11号过堂。另外，联邦土地发展局前主席丹斯里·穆哈默·伊莎购置酒店贪污案的上诉结果将在这个月28号揭晓。主控官阿菲赞尼站证实，上诉庭决定了裁决日期，辩方也已经录禀附加陈词，而控方也按照法庭的要求答复陈词。由上诉庭法官瓦兹尔·阿莫在蒂和科马蒂所组成的司法三司，在今年10月14号聆听控辩双方的陈词之后，宣布保留裁决。高庭在2021年2月3号曾经宣判伊莎的所有9项贪污控状罪名成立，他涉嫌收取309万令吉的汇金，以作为协助批准联土局投资机构购置价值1亿令吉的古晋酒店的酬劳。国内骨痛热症病例暴增，截至上个星期六，骨痛热症病例今年累计达到了98715宗，对比去年同期暴涨了99%，死亡病例也翻倍增长。开年至今呢，已经有73名患者病逝。卫生总监南都穆哈默拉兹发文告通报，今年第43个流行病学周，也就是上个月的22号到28号期间，新增2272宗骨痛热症病例，对比上个流行病学周多了10宗，但是从热点地区来看，则减少到了68个，有超过70%的热点地区集中在雪兰莪。至于鼻孔肯亚文症，同期通报4宗病例，全年累计181宗。提升品质，品味生活。Kowei Eyes。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新一轮冲突之后呢，本地有人号召抵制麦当劳和星巴克，如今就连电召车服务起家的 Grab 平台也成为了抵制名单的企业，有关公司澄清绝不支持暴力，捍卫人权立场。尽管网友质疑 Grab 高层的亲属在社媒上发表疑似支持以色列的旧帖文遭人截图广传，不过 Grab 解释当事人的言论遭人断章取义，有关公司指出，他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暴力，而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份子，他们遵守原则，尊重人权，并祈求和平，停止战争。
国际消息方面呢，以巴冲突来到了第28天了。以色列军方宣称成功包围加沙，和哈马斯的近距离搏斗呢也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呢，加沙当地的医院因为受到不间断的炮火洗礼而人满为患，一间由印尼非政府组织营运的医院更是发生太平间不胜负荷的情况，医疗人员被迫将遗体安放在医院外头的路旁。加沙地带星期五再次炮声不断，以色列军方声称已经成功包围加沙，目前正持续向哈马斯的前线基地展开猛烈轰炸，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另外，以军也宣布他们在拜特哈农的空袭成功炸死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穆斯达法，并在当地搜获了地图、通讯工具和众多武器，当中包括 AK-47 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巴勒斯坦卫生机构透露，截至目前，以巴战争已经造成至少9061人死亡。爆发战争之后，加沙35间医院中的三分之一无法运作，被迫转为临时避难所。由于饱受长期轰炸，医院也变得千疮百孔。在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发布的影片里，就显示了当地一家医院人满为患，到处都是无家可归难民的情况。另外，加沙北部城市贝特拉海一个市集在星期三遭以军空袭，超过80人罹难。在当地营运的印尼医院一下子就涌入许多死伤者，在缺乏病床的情况下，不少伤者和尸体都只能放在地上。组织也透露，由于太平间不胜负荷，院方不得不把遗体摆在路边。他们更担心，要是以军持续炮轰，医院恐怕将在未来8小时内完全断电，进一步加剧救援难度。有鉴于此，联合国星期四呼吁双方即刻停火，避免让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恶化。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二次前往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他的任务就是让这场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减到最低。So we are determined to prevent escalation on any of these fronts, whether it's Lebanon, northern Israel, southern Lebanon, whether it's the West Bank, whether it's anywhere else in the region. We do have to have conversations now about how we can best set the conditions for a durable.Sustainable peace, durable, sustainable security for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alike. So I expect that those are conversations that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pursue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But this is a long-term effort, but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e're focused on it now.最新消息显示，布林肯已经和内塔尼亚胡见面，但是否能够说服以色列，则是一个未知数。美国联邦与三藩市地方官员合力追击毒贩，重点扫荡国民毒品芬太尼。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摧毁了西部、南部多个住宅建筑。
欢迎回来。现在外界呢都把焦点放在以巴冲突。是的，但是俄罗斯呢就在今天清晨向乌克兰西部和南部发动了近几个星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摧毁当地的关键基础设施、民宅和商用建筑。乌克兰当局透露，俄罗斯发动40台无人机，他们成功击落了24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和一名 X-59 导弹。虽然当局宣称这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导致哈尔科夫多个地区燃起了熊熊大火，幸好这些大火最终成功被扑灭。是的，俄乌战争呢已经持续了617天，而这场硝烟最大的受害者呢就是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基辅一所小学聚集了学生们一起种植2000朵郁金香，除了希望用鲜花遮挡猛烈炮火留下来的坑坑洞洞，更希望借此帮助孩子们应对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创伤。Що на стінах були дуже великі дірки. Я була дуже налякана. Мені так хотілося плакати, тому що я тут вчусь вже 4-й рік. Я бачила школу перед війною. Тому це було дуже, плакати хотілося. Дуже було. Жалко. Школа вона дуже гарна. Вони дали нове життя. Життя, яке ми зможемо відчути, побачити, надихатися.基辅附近的叶尔平镇去年在俄罗斯军队的袭击中遭到严重破损，在至少20枚炮弹和导弹袭击下，学校的体育馆、音乐厅、几间教室和一个小型民族志博物馆成了废墟。为了鼓励孩子们，荷兰民众总共捐出了100万朵郁金香球茎给乌克兰，希望改造破损学校的景观。美国星期四以涉嫌向俄罗斯提供军民双用商品为由，宣布制裁3家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谴责，美国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是单方面的霸凌行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美方在短时间内再次以所谓涉俄为由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和单边霸凌行径。美方应当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遏制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汪文斌今天在北京召开例行记者会时向美国喊话，要他们及时停止这种恶霸行为。他也强调，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媒体报道称，美国指控其中2家企业向俄罗斯运送了光电和摄像机等设备，另一家企业则是运送了雷达组件。中方指控美国利用经济胁迫手段打击对手，那实际上中国在2021年因为不满澳洲要求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对澳洲红酒征收218%关税，导致澳洲红酒在中国市场崩盘。随着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明天出访中国，中澳关系再次回温之际，这道关税命令有望取消，不少中国酒商对此乐见其成。如果关税变低的话，肯定对我们的消费者，然后对我们自身，还有我们的进口商和生产商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我们也很期待说中国可以再重新，把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在市场上，就是让它获得更多的光芒和地位。大家已经离开澳大利亚酒的这个范围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每每大家谈到哎这个品牌或者是这个酒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是品质很不错的酒。首先我觉得是品质可以受到大家认可，还有就是很多的价格，很多澳大利亚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在几百块钱的这种消费也好，或者是上千的甚至更贵的这种消费群体也好，大家都是很认可澳大利亚酒的这个品质的。在上海热闹的葡萄酒节上，人们品尝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唯独澳洲红酒因为关税关系，吸引力不如其他国家红酒。进口商表示，重新检讨澳洲葡萄酒关税，对所有中国消费者来说都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升温，能够帮助重建澳洲葡萄酒的品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明天访问中国，这是澳洲领导人七年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但预计他将优先着重贸易课题。便宜又极度容易让人上瘾的芬太尼，让美国三藩市变成僵尸之国。单单在今年，三藩市就有506人因为吸食过分芬太尼死亡。为了有效打击这个毒品，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个层级的官员决定联手合作，开展一个叫做“总动员”的计划，向三藩市各社区日益猖獗的芬太尼毒贩开战。Today we are announcing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law enforcement program to address the fentanyl crisis in San Francisco. All hands on deck. This is a joint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o the open-air drug markets that exist in San Francisco, including mere blocks from this federal building. This program will target and remove individuals who peddle fentanyl in our neighborhoods.相关单位强调，这不会只是短暂的行动，反而是一个持续而且会扩展到全美国的项目。在总动员计划下，三藩市各相关单位将加紧逮捕街头售卖芬太尼的毒贩和供应商，加大力度追查和加快刑事罪提供芬太尼供应商，同时严惩对网络贩毒和洗钱交易视而不见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总动员的重点战区是在猖獗贩卖芬太尼的田德隆地区和南市场街区。房贷信贷担保计划金额提高到100亿令吉，政府预料40000人受惠。政治动荡下，团结政府掌权一年并达成一定成就，交通部长陆兆福有信心能完成5年的执政任期。欢迎回到华语新闻。贯穿雪隆多个地区的斯迪亚旺沙班底大道 SP1 今天全面的通车，并且呢会免收过路费，为期1个月。工程部长南都斯里亚历山大下午出席了这条大道的通车仪式之后指出，这项优惠将在12月2号子夜时分结束，之后普通车辆过路费是3令吉50仙。这条大道全长20公里，
随着大道全面的通车，这有望舒缓首都的交通拥堵。部长举例，从八达岭在野的格林芝，原本在高峰时段，如果前往俄麦的美拉蒂花园，需要耗时1.5小时，那接下来呢，有望缩短至半小时。另外，政府将透过明年度财案，将房屋信贷担保计划的担保金额从之前的50亿提高到100亿令吉，预料40,000人将会受惠。地政部长尼可敏发文告解释，这是为了提高 B40 和 M40 群体买得起房子，特别是针对没有固定收入或薪水单的群体，所提供的融资保证最高50万令吉。另一方面，政府同意将新建的人民组户面积定为750平方尺。每个单位设有3房2厕，也配备休闲场所、餐厅和杂货店。这与50万间可负担房屋方面进度已经过半，也就是超过26万间已经竣工。另外，交通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在4分5裂的政治格局下能够执政1年，因此他越来越有信心这个执政联盟能够完成5年的完整任期。陆兆福接受彭博社访问时指出，在克服了与前政敌合作的障碍之后，基盟和国政之间的合作已经稳定下来。至于之后还会不会执政，陆兆福直言，只要在任期内有好的成就，就会有好的未来。针对从2020年我国政治动荡影响了重大工程的政策方向，例如龙兴高铁计划和东海岸铁路项目，陆兆福说正在寻求通过私营化驱动模式重启高铁计划，政府也会确保履行合约的内容。另外，诚信党书记主席纳杜斯里沙拉胡丁今年7月病逝，诚信党书记主席职位一直悬空至今。诚信党副主席纳杜马夫兹证实，下个月的党选将选出沙拉胡丁的接任者。马夫兹今天主持巴西马区部代表大会开幕礼后表明，诚信党领导层包括主席和总秘书人选都会由27名中委决定。不过，他坦言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候选人提名。至于沙拉胡丁前担任的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职位，马夫兹说将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与诚信党主席商议合适人选。为了鼓励民众购买和驾驶电动车，政府推行了多项的优惠政策，但是不少消费者基于国内充电桩不足而却步，有的人甚至对电动车存在许多的误解，以为电动车的电池呢只有8年的寿命，认为电动车维修费用非常高。实情真的是这样吗？那稍后呢9点播出的财经14行，就由主持人黄景荣和林思婷带领大家向电车专家和充电桩营运商讨教，掌握正确的电车知识。驾电车我们有一个说法，只要你一驾过你就不能回头。购买电动车的话，首先家里面必须要有另外一台车，第二你家里面必须要有充电桩。 Halfway you have to look for the charging station. Quite inconvenient.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embrace new technology and I wanted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to own an electric vehicle. 我国是否准备好拥抱电动车？11月3号星期五晚上9点，深谈电动车的现在和未来。您也可以下载 TonTon App 收看节目。医疗领域必须时刻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以及当前的挑战，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才不至于被时代抛在后头。秉持着这项理念，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KPJ 在日前召开的第24届研讨会上，汇聚了500名本地及外国医疗保健专家和顾问集思广益，如何整合新科技，将它运用在医疗保健领域，提升医疗水平。来看一则商业资讯。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KPJ Healthcare 日前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为期2天的年度研讨会，汇聚了500名国内外医疗领域专才及顾问，重点讨论医疗保健领域新技术的发展与整合，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等技术运用在医疗保健领域。这场主题为医疗保健转型重新构想与重新定义的会议是2001年举办研讨会以来规模最盛大的一次，除了让业者相互交流，更能让医疗保健代表团借此掌握最新医疗技术。
what will be the future needs, you know, for us, and how can we really do it, act on it now instead of actually later? Because why? Patients are waiting, right? So I think the accessi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is actually is a big issue, right? We wanted to really address it, and this is actually the right platform where we have actually been provided to all our delegates to actually share their insight,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act on it. 这次研讨会邀请了卫生部副秘书长纳杜斯里诺拉兹曼主持开幕，同时见证了柔佛医药保健与 Apple Cloud 合作推出的 VSI HoloMedicine 5G 技术，是首个引入我国能提升手术规划、患者教育和医疗培训的技术。The patients will be having confidence to say that, doc, if this is actually where my problem, what will be your approach? The precision in terms of designing, diagnosing, and then treatments.This is actually where we want to real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the future. 目前这项崭新技术已在柔佛医药保健旗下的白沙罗专科医院完成试点工作，未来将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其他分院。印度首都新德里再次出现严重的雾霾，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级别，部分学校被迫停课。大批墨西哥民众趁着亡灵节涌入首都宪法广场，向已故革命将军潘乔维拉献上贡品致敬。还回来，2023年纽西兰大选最终结果今天刚刚出炉。由于中间偏右的国家党获得38.06%的选票，或48个国会席位，那比最初结果少了两席，因此必须和行动党及优先党联盟才能够组成下一届政府。The result is very much as we expected and as we talked about the day after the election. That's why we've been progressing and advancing the arrangement and relationships with both the ACT Party but also New Zealand First. And now we can get cracking with it and continue to accelerate those conversations, which will be really important. 纽西兰选举委员会宣布，国家党赢得了48个席位，行动党赢得11个席位，在议会122个席位当中获得59个席位，再加上纽西兰优先党的8个席位，将使这3个政党获得多数席位组建政府。只是这3党的谈判工作仍在进行。当选总理卢克森透露，他们没有设定期限，但是3党都有共识，希望谈判能够快速又有建设地完成。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烟霾逐日的恶化，今天有多个地区的空气品质达到了480点严重污染等级。印度政府因此下令学校停课2天，改为网上授课，非必要建筑工程和采矿工作立即停工。那印度政府也表示，由于印度目前进入冬季，吹入的西北风造成污染物困在新德里，因此引发了浓厚烟霾。
当地气象局更警告，由于屠妖节将近，预计未来两周的空气品质不会好转，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民众燃放烟花而恶化。根据瑞士数据显示，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指数目前达到611点，是全球空污最严重的城市。适逢墨西哥亡灵节，大批民众星期四涌入首都墨西哥市的宪法广场悼念已故革命领袖潘乔维拉将军。只是墨西哥的悼念仪式并不是悲伤的，反而是缤纷欢乐的。主办当局呢，在广场设立了一座半人马骷髅纸扎模型，让民众献上祭品。那现场欢悦的氛围让活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庆典。La muerte para mí, bueno, para mí la muerte es trascender, es tomarlo, es un tema difícil para todos, pero para mí es algo que tenemos que aceptar en algún momento. En Brasil no tenemos esta data, esta fecha como una fiesta, pero aquí sí, es una fiesta increíble, mucha alegría, mucha confraternización, muchas cosas lindas.已故潘乔维拉在1910年加入墨西哥革命战队，并成功推翻时任总统迪亚兹。不过，他随后历经多场政治动荡，甚至沦落成人人喊打的游击领袖。他最终呢，在1923年在帕拉尔被刺杀。潘乔维拉的遗骸目前安葬在墨西哥市革命纪念馆。来关注吉隆坡羽球大师赛战报。我国军团在今天的八强赛中喜忧参半，最终我国有9个代表成功突围，晋级明天的半决赛。其中呢，包括了两名国家羽球队男单，分别是梁俊豪和刚拿下印尼赛冠军的艾迪尔。遗憾的是，女单选手乐莎娜激战3局之后不敌韩国的金珠恩。Today's match was very tough and.I think we both played quite well, and she also didn't give up until last. So I think today that is where she win and I lose. In the rugby game, I was a bit loose focus in the starting due to little tired. Masa first set, saya terlalu ikut rhythm dia. Lepas tu saya tak fokus lah, macam.Bela macam tu. Lepas tu last dah kena ding jauh, baru saya fokus balik, dapat balik.以21-18、15-25、21-13战胜新加坡的郑嘉恒的艾迪尔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在第二局完全失态，直到决胜局才加把劲儿的拿下比赛。他将在明天的半决赛中对阵中华台北新秀李嘉豪。至于我国的梁俊豪，则在41分钟就以21-16和21-15战胜了中华台北的郭冠霖，明天将对阵韩国的崔智勋。加电车，我们有一个说法，只要你一加过，你就不能回头。购买电动车的话，首先家里面必须要有另外一台车，第二你家里面必须要有充电桩。Halfway, you have to look for the charging station. Quite inconvenient.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embrace new technology, and I wanted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to own an electric vehicle. 我国是否准备好拥抱电动车？11月3号星期五晚上9点，深谈电动车的现在和未来。您也可以下载 TomTom App 收看节目。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我是陈嘉荣，我是林思婷，接下来有财经时间。